好，现在我们开始讲测序技术。我们都知道这个生物的信息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切的生物信息呢都包含在核酸的序列中。在 DNA 上有整个 DNA 就是由四种碱基构成的 ATGC， 它们的排列的组合构成了生物界的万千变化。除了 DNA 以外，我们还有 RNA， 这其中包括 mRNA、tRNA、rRNA 等等许多种类的RNA。 那么它们在生命的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去得到这些核酸信息的核酸的序列信息。那么我们怎样得到呢？那就是测序。核酸的测序最早是由1977年桑格尔发明的双脱氧链中止法的测序。它使用的是一个primer， 就是引物，与模板链相匹配，然后呢在反应体系中加入一定浓度的双脱氧核苷酸。那么由这个双脱在DNA 的DNA 在DNA 聚合酶的作用之下，开始从引物开始沿着模板合成互补链。当掺入这个双脱氧核苷酸的时候，链延伸就终止了。于是呢，如果我们使用放射性标记的双脱氧核苷酸，那么将四管双脱氧中止反应的这个反应体系进行跑焦和放射自限之后，就可以从焦土上面来读出来。那么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桑格尔测序法的这个放射自限焦。那么呢，因此Fred Sanger 这个人由于这项发明被授予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放射性是非常危险的，那么长期在放射性的实验室里面工作是一件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因此呢，人们就开始研究不使用放射性的测序方法。这就是90年代的时候这个 Determinator Sequencing 这种方法，也就是燃料中止测序法被发明出来。它并不使用放射性标记的双脱氧核苷酸，而是将双脱氧核苷酸标记上不同颜色的荧光。那么四种碱基呢分别用四种颜色的荧光基团来标记，这样呢可以使原来必须由四管进行的反应合在一管里面。那么跑焦之后，我们读取这个焦上面的荧光的颜色，就可以拼凑出这一段的序列来。我们可以看见最开始这里是一个蓝色是代表 C， 绿色代表 A， 然后红色代表 T， 然后又是蓝色代表 C， 红色代表 T， 然后再就是黄色代表 G 等等，这样一串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序列给拼出来。那么这里呢，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燃料中止测序法测出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胶。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排的颜色来判断出这个碱基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呢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这种封图，将这种照片转化为封图，就是我们现在所常见的普通的这个测序报告中如何去读到序列。那么呢从95年开始这种利用荧光染料进行双脱氧测序的方法呢被自动化，
那就是毛细管测序。那么这个跑胶呢，不再是一块矩形的胶，而是把这个胶呢灌在一个细长的毛细管里面。那么可以从一个板子上面，这个反应板上面包含有48到384孔，同时可以进行这么多的反应。然后呢，当反应完成之后，在这个板子和这个池子之间加上一个电压，那么呢，这管子里面的核酸就相当于跑胶了，从这个管子里面跑过来。那么这个地方呢，会有一组的检测器，荧光检测器，检测每一根管子里面每一个时间所经过的荧光染料。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相当自动化的一次反应就测定48到384个样品中的这个序列信息。那么左上角呢，这是一台比较先进的毛细管测序仪。到目前为止呢，这种测序方法可以连续读取800到1000个碱基。那么如果它24小时不停的运转呢，它的通量大约可以达到每天1到8兆。那么这种自动化的测序仪发明出来之后呢，人们就开始测定各种生物的基因组。96年测定了酿酒酵母的基因组12.5兆。98年测定了优雅线虫97兆的基因组，这是第一个被测序的多细胞生物。2000年测定了拟南芥的基因组157兆，这是第一种被测序的植物。那么最终呢，在03年的时候，人类的基因组用这种毛细管测序仪测定出来，大小是 3G。 似乎这种毛细管测序仪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测定大型的基因组，这种方法是非常的，仍然是非常的困难。这里呢，大家看到了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里面美国的 NHGRI 它的一个测序中心，大家可以看见后面有许多的这个测序仪，然后前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384孔板。那么当年为了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整个国际的基因组计划从90年到2003年总共花费了13年的时间，投入了3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样的投入显然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因此呢，我们急切的需要测序通量进一步提高，测序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因此呢，就有了新一代测序的技术应运而生。新一代测序技术它发源于一种看起来非常失败的早期的一种测序技术，叫做 Pair Sequencing，也就是焦磷酸测序。焦磷酸测序呢，它也是有一个荧幕，然后呢沿着这个模板，那么由 DNA 序和酶沿着模板来合成互补链。那么每当一个核苷酸掺入进来的时候，就会释放出一个焦磷酸基团，这个焦磷酸基团经过两种酶的转换，会转变成一个光信号。于是呢，每次我们就给它加一种碱基，如果这种碱基能够被合成到下一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检测到一个光信号。如果这个碱基不能被合成到下一位，那么我们就不能检测到光信号。好，这是一个测序反应中的情况。我们首先给它加一个 G， 我们检测到一个光信号，就是我们知道下一位是 G。然后呢，下一位再加 C 的时候，我们又检测到一个光信号，于是我们知道下一位是 C。当加上 T 的时候，我们检测不到光信号，于是下一位不是 T。 然后呢，再加 A， 再循环往下加，加了 A 的时候呢，又检测到一个光信号，于是我们知道下一位是 A。 然后在我们再加 G 的时候，我们检测到两倍的光信号，这个时候呢，是由于两个 G 被合成进去，那么接下来的两位是两个连续的 G， 所以我们检测到两倍的光信号。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加 C 的时候，发现又是两倍的光信号，于是我们知道接下来两位是 C。 然后再加 T 的时候，我们检测了一倍的光信号，于是我们知道下一位是 T。 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就可以
把一个序列测定出来。那么呢，在2005年的时候，利用这样一种技术，制造出来了第一台，新一代测序的测序仪，那就是454测序仪。它的基本思想是把一个长的 DNA 片段给打断成小段，然后呢，两边连接上接头，这两个接头呢是序列已知的，核酸。那么在一个 emulsion PCR， 也就是油包水的这种乳液 PCR 的体系里面进行反应。油包水的这个乳液 PCR 呢，它是由这个很多的这个小的水，就是水相分散在这个油里面。于是呢，在同一管里面，我们就可以进行独立的进行许多不同的反应。那么有许多这种小球，这种球表面呢固定上了与其中一个接头的一端接头相互不匹配的一段短的核苷酸序列，于是呢它就可以互补配对，然后经过 PCR 的扩增，就可以在这个球表面上面复制出许许多多的相同的这个 DNA 的分子。那么再将这些分子再将这些小球，每个小球表面都带有一种带测的片段，那么把这些小球放到一个微孔板里面去，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微孔板的表面的这个电子显微镜的照片。每一个微孔板呢，是最开始的时候是有12万个微孔，在后期的型号里面增长到了100多万的微孔。于是呢，每个微孔里面就这个大小呢正好能够放下一个小球，然后呢再加上其他更小的一些球，这些更小的球表面呢固定了这样两种酶。好，那么呢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当这个体系已经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给这个芯片上面这个微孔板上面一种一种的ATGC 四种碱基循环的往上加。那么在每个微孔里面，我们这个时候就给它加上一个荧幕，这个荧幕呢是与这个另外一端的接头相匹配的，因为这个接头是我们已知的序列这黄色的部分呢是我们未知的序列，我们要测的。那这个时候呢，就DNA 聚合酶就开始沿着这个带测的片段呢合成它的模板，合成它互补链。那么呢，当我们一种一种的核苷酸往里面加的时候，如果下一位我们加进去这种核苷酸能够被参入进去，那么就会释放出一个焦磷酸基团，然后经过这两种酶的转化之后变成一个光信号，于是我们可以用相机来检测到。好，这是一个真实的照片，就是在焦磷酸测序中一个真实的照片。我们可以看见，当加入某一种碱基的时候有一些孔是亮的，有一些孔是暗的，有些孔呢亮度比较高，有的孔呢亮度比较低。这就是说明了这些有亮光的这些孔里面，这些孔它下一位呢是可以被合成进去的，这种碱基可以被合成进去。那么发光强度越强呢，就说明被合成进去的碱基越多。于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有没有光以及光的强度来把这个序列给拼出来。那么这个是一种一种往里面加，一种一种往里面加，不断的检测这种光信号，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序列给拼出来。好，那么呢，当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序列的话，我们就得到序列呢，这个文件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FASTQ 格式，我们看第二行是这个序列核酸的序列，那么这个序列呢，可以有许许多多条，那么一个454测序仪一次呢可以测定100多万条这个序列。那么这个里面会有一个概念叫做测序的质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测序的质量呢是由在 FASTQ 文件格式里面是由第四行来
描述的，它是有一堆的看起来很奇怪的字符组成的。那么这个质量呢，它是由这个 fret score 来进行定义的。fret score 呢，它的公式是这样的 ：Q 就是 fret score， 然后 P 呢是指这一位剪辑的测序的不靠谱程度，它由概率来表示。公式看起来比较复杂，那么但是简单的来讲的话呢，当 fret score 是10的时候，那么表明这一位剪辑的测序的可靠程度是为 90%。当 fret score 等于20的时候，这一位的这个剪辑程度呢，可靠程度就是 99%， 那是已经相当可靠了。那么当这个 fret score 大于20的时候，那么准确程度就更高，说明这一位的测定呢非常的准确。那 fret score 我们可以看见，那么 fret score 等于50的时候，这一位是非常的准确的。当 fret score 等于2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测定是准确的，但是呢可能会受到旁边的一点点干扰。当 fret score 很低的时候，小于20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这一位的测定呢是不太靠谱的，会有其他的这个杂风干扰进来。所以呢很多情况之下这个需要我们需要对这个文件呢进行一个预处理，那就是 Q 大于等于20。但是随着现在的测序的发展呢，这个测序的准确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呢这个 common threshold 不一定适用。那么呢四五次测序，那目前这种测序已经形成了，但是它作为这个第一种大规模测序的仪器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呢每一次的运行可以得到一兆的 reads， 那么读长呢也说每条测定的短核相当序列呢是可以有600到1000个剪辑的，它的这个错误率比较低，它 indel rate 稍微高一点。 indel 呢是指核酸的插入或者缺失，在测序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测序中的错误。那么当这种测序仪成熟之后，人们自然会想到用这种测序仪来对人的基因组进行一个测定。那07年的时候呢 Watson 就测定了，用这种测序仪测定了 Watson 这个人的基因组。那 Watson 是谁呢？大家都知道 DNA 双螺旋的发现者就是 Watson 和 Crick 这两个人，那么 Watson 就是其中的一个人。那么这种测序仪和以前的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代使用的毛细管测序仪进行一个比较，那么花费的时间呢，454的测序仪呢花了4个月的时间，以及呢150万美元就测定了一个人的基因组，而传统的这个毛细管测序呢花了13年，花了30亿美元才测定了这样一个人的基因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从速度和这个成本上来讲都有极大的优势。那么它现在呢454测序仪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它的一个变种现在仍然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这就是Ion Torrent 测序仪，这是半导体测序。那这种测序仪呢是第一种不用光的测序仪，那它是在一个芯片上面也是在一个芯片上面进行测序，每个芯片上面呢是会有一个小球表面呢带有这个分布有许多一模一样的带测的核酸片段。那么这个芯片呢底下是有电路的，它的反应的时候呢当这个 DNA 聚合酶参入一种碱基的时候会释放出来，它会把这个释放出来的东西呢转化为一个氢离子。我们知道氢离子呢在溶液中，氢离子意味着溶液的酸性程度升高， pH 值下降。那么pH 值下降呢会导致这个整个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的改变，于是这个电位的改变就会被这个底下的电路所检测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许许多多的独立的 微小的 pH 检测器来同时的监测这么多个微孔中的反应。
既然是半导体测序啊，那么呢它的发展就可以用摩尔定律来描述了。从最早的314芯片啊，100万个微孔，到316芯片600万个微孔，318芯片啊1100万个微孔，到 Proton 测序仪 Proton One Chip 啊165兆微孔，那么即将上市的 Proton 2芯片将可以达到660兆啊微孔。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么几年的发展里面，那 几年的发展里面，从2010年开始的314芯片一直到现在的 Proton 2芯片啊，它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那么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运行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它不需要用光啊，不涉及光电转换的问题。嗯，它速度能有多快呢？整测序反应，如果说啊你不需要测很长的话，它可以在40分钟内完成整个板子的测序反应。如果你需要测的长的话，那也只需要跑上几个小时。这种测序仪非常适合于啊进入这个临床检测。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Life Technologies这个公司它所出品的 Iron Proton 测序仪，目前呢，用 P2 芯片的时候可以达到660兆 reads， 它的读长呢大概是200到400个碱基，目前已经有500碱基的这个试剂盒出来，但是呢，据说效果并没有那么好。这种测序仪的主要的缺点是它的这个错误率比较高，那么错误率呢会直接导致后期的生物信息学分析的困难。那06年呢？Selexa 这个公司开发出了一种片上测序法的测序仪。那这个测序仪呢，后来被 Illumina 收购，就是目前我们市场占有率最高的 Illumina 测序仪。它的这个原理呢，是在这个也是一样的，把 DNA 所打断两边呢接上接头，然后呢，它会做一个 flow cell。就是一个芯片，这个芯片表面呢，固定上了许许多多的与接头相匹配的，这个核苷酸转核苷酸序列。那么这个带色的片段上来之后，加好接头上来之后呢，就在这个片上呢进行一个乔氏 PCR， 也就是说乔氏的 PCR 的一个扩增，那可以把粘上来的一个分子，很快呢，在乔氏 PCR 过后呢。一个分子就变成了一簇相同的分子，这种方法呢就是用来增强信号的。在信号已经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开始往里面加这个，就开始正式的测序反应。那么还是这个边合成边测序的这个原理，由一个引物粘在这个接头上，然后呢往下这个合成，依据这个模板链来进行合成。那么每次呢，每次都会加上四种，荧光的，带上四种不同颜色荧光的，四种核苷酸，那哪一种能插入进去呢，就可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显出什么颜色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正在测序过程中间的一个真实的照片，当然是芯片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局部。我们看见每一个光点呢代表了一个簇，那么。我们对每一个光点在不同的这个循环里面所发出来的光的颜色，就可以拼出这个序列来。比方说上面这个点，第一个循环是绿色，代表 C， 第二个循环是蓝色的，代表 A， 第三个循环是 T， 于是这个是红色的，于是是 T， 然后呢第四个循环是绿色的，是 C。 这样的话上面这个这样读下来的就是 CAT CGT。那下面呢，下面一个点呢，在六次的测序的循环里面都显示为绿色，说明是六次呢都是 C， 于是就是六个 C。 所以呢，对每个光点进行这样的一个图像分析之后，根据颜色就可以读出这个光点的序列信息。那目前呢，Illumina 公司的最新的测序仪还是一个2500，它一个 run 呢可以达到了1.2G 的 reads，
那么最新的 V4 版本呢，甚至可以达到3G 的 reads 极限状态。那 read length 呢，它读长呢是35-150碱基，据说马上要出250碱基和300碱基的试剂盒，但现在还没有出。那么它的这个错误率呢，大概厂家宣称的这个错误率呢，替换率是1.5%，那音调率呢是非常的低。时间运行时间呢是比较慢的，它在最高通量的模式之下要运行15天，也有快速模式2天可以搞定，但是通量会低很多。那么还有一种测序呢，是叫做sequencing by ligation， 它并不是由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边合成边测序，而是由连接反应来进行测序的。那么它的它的代表作呢是这个 Solid 系统，不过 Solid 系统呢现在已经几乎淡出市场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不去讲它了。那它的这个输出来的信号呢是这个 Color Space， 而并不是直接的碱基序列，因此呢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一个事情。那么它呢到目前为止呢发展并不大，它的这个在早期呢它的这个reads 的数量是相当多的，错误率呢也非常的低，但是读长一直无法做得很长，而且呢它的测序非常的慢，因此呢现在已经基本上在市场上已经见不到它的踪影了。那么我们如果比较一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几种测序仪呢它的这个原理各不相同，通量呢也不太一样，读长比方4-5次，或者这个和这个 L-Torrent 它这种原理的测序仪呢可以测的比较长一些，而这个一路命的呢则测的不是很长，错误率也各有千秋。但不管怎么样，如果用现在最新型的像 HiSeq 或者是这个 R-Torrent Proton 测序仪，它的理论的这个数据产出量都可以在一个芯片里面测序若干个人的基因组。那么这种这么强大的这个测序能力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研究手段。那么现在比较热炒的是三代测序，也就是那么三代测序呢是怎么分的呢？第一代测序是指传统的这种毛细管测序，那么第二代测序呢是指这个需要用 PCR 进行扩增的这样的测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几种测序仪呢，在测序之前都需要把单个的分子用 PCR 来进行扩增，扩增成了许多一模一样的这个分子，然后来增强信号来测。那这个过程中呢PCR 扩增的过程实际上是会有偏好性的，比方说某些序列会优先被扩增，另外一些序列则很难被扩增出来，这就会造成这个在某些情况之下会造成严重的偏差。因此呢第三代测序它是指单分子测序，就不需要用 PCR 来进行扩增，就可以直接测。那么三代测序的发源呢是2008年的 Helicos 这个公司所制造的单分子测序仪，它的原理呢和这个移动面板非常的像，但是它不用进行这个片段的 PCR 的扩增，它把单色片段后面加上了一个 PolyA 的尾巴，然后呢它的这个芯片上面呢固定了许多的这个 PolyDT 的这个短频干扰序列，那么这个 PolyDT 呢就和这个 PolyA 粘住了。那么呢每一个分子自成一体，那么每一次呢给它一种核苷酸，然后呢如果这种核苷酸能够被掺入进去，也就是边合成边测序了，当这个核苷酸能够被掺入进去的时候它就会发光，反之则不发光。因此呢我们每循环的 ATGC 四种这样循环的往下加，每加一次我们给它来进行拍照，通过分歧有没有光点我们就可以得知它的这个序列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芯片的一个局部的照片，那么它有的地方有光点，有的地方没有光点。那么对于这个每次的这个光点有或者无，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序列给拼出来。那么 Helicos 在当年呢2008年的刚推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做到 1G 的 reads， 非常厉害，因为它的这个它是单分子的测距嘛，所以呢它不用扩增，而且呢每个分子就是一个光点，因此它的这个光点就可以做得非常的密，这也就是它的极高的这个reads 数的这个来由。但是呢由于它是单分子测序，那么它的信号是非常的微弱的，而且呢由于在不停的这个给它加一种一种的这个核糖酸烷加的过程中会有这个冲洗的过程，因此呢它很可能会把这个序列给冲掉，冲掉了之后呢又没有相同的这个其他的序列来进行弥补，因此呢它的读长就不可能做得很长。即便在它这个公司倒闭之前，最后一版的这个测序呢也只能测到35个碱基的长度，它的这个 substitution 也就是那个碱基的替换错误率呢是0.2%，还是很低的。但是它非常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 indel 率高达4.5%，几乎使得所有的算法无计可施，以至于说用它来进行测定这个测定基因组的，能测定一个小小的酵母的基因组，就需要动用超级计算机来进行计算，才能有效的应对它这么高的错误率。因此，这个机器呢，据说全世界只卖出了16台，然后这公司呢就倒闭了。那现在比较热的一个仪器，那就是 PacBio 的这个单分子测序仪。那么这个单分子测序仪呢，它的原理完全不一样，那是它把这个 DNA 聚合酶固定在这样的一个微孔板的底下，然后呢当一个这个四种碱基的核苷酸呢都是带有四种不同的颜色的荧光标记的，那么这个聚合酶呢会在底下把带色的片段放进去之后，它就会根据这个带色片段来合成它的互补链。每当一个碱基被合成进去的时候，这个最底下这个微孔的最底下就会发光。那么为了能够从这个充满荧光分子的背景中检测正在被合成进去的这个碱基到底是什么，研究者们呢就用了类似于微波炉的这个原理，从一个非常小的微孔里面摄入一个光，激发光，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激发光呢只能照亮最底下几十纳米范围之内的情况，于是呢就可以只看正在被合成的这样的一个碱基到底是什么。那这种凡是由微孔板来组成的这样的系统呢，它的通量都不可能做得很高。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acBio 这个测序呢非常的庞大，它的每一个板子呢上面只有9万个 reads， 9万个孔，它的读长呢可以达到非常的长，去年呢是1500个碱基，那今年呢它的平均读长已经可以达到3000到4000碱基，极限读长甚至可以达到了 60K。但是呢它的致命的弱点是它的错误率高达13%，这还是厂家说的，那实际的错误率比这更高。然后呢还有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测序的原理，叫做纳米孔测序。纳米孔测序的原理呢是，如果说一个纳米孔它被置于一个溶液中的话，这两边加上电压就会有电流经过这个孔，如果说这里面有个分子再通过这个孔，那么电流就会发生改变，不同的分子经过这个孔电流是会发生不同的改变的，于是我们检测这样一个电流的改变
就可以发现究竟是什么分子在经过它。那么具体的这个在 DNA 萃取中的纳米孔呢，是这样子的。那当这个DNA 呢经过这个纳米孔的时候，它不同的碱基经过纳米孔的时候，它这个电流降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如果是 A 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流降低电流大概是 57 点几PM。 那如果是 C 的话呢，这个电流大概是61点几个 PM。 如果我们能够非常精确的检测到这个 PM 级的电流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区分开来 ATCG 四种碱基究竟是哪一种碱基通过了这个孔。那么这样的话连续不断的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DNA 的序列给测出来。但是呢这种测序方法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 Oxford 就是牛津大学，他们就声称要把这个东西推向市场，而且呢他们做出的样机只有一个 U 盘的大小，据说呢可以让每个人在家里就可以测出自己的基因组来。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连一个可以成品的也让大家能公开试用的样机都无法提供。因此呢我们总结一下现有的这个三大测序，也就是单分子测序，它看起来非常的美，但是呢还远远的不成熟。它的这个优势呢是由于是单分子测序，因此呢它的灵敏度是非常高的，你只需要极其微量的这个样品就可以进行测序。而且呢单分子测序，尤其是像这个 PacBio 的这个测序和这个纳米孔测序呢，理论上是可以测到 ATGC 以外的这个碱基的，比方说碱基的修饰，它是可以直接的测的。而且还有一种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特别快。但是呢它这个三代测序呢也有它的固有的劣势，那就是高到无法忍受的一个高的错误率。而且呢各种这个三代测序呢共同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音调产生的这个错误呢音调比较多。那么音调呢如果多的话呢，在这个生物信息学上面处理就非常的困难。因为的话要想准确检查音调，理论上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像史密斯沃特曼或者尼德曼弗什这种这个动态规划法才能求解，那么它是非常的耗计算量的。而且呢除了这个已经死掉了这个 Helicos 以外，其他的厂家所做出来的这个三代测序仪呢它的通量都非常的低。那么中国呢也仿造了一些测序仪，例如呢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和北京基因组所共同研究的 BG4 测序仪，它仿造的对象是罗氏的454测序仪。那么从当年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在2009年的时候 BG4 测序仪已经可以在各项指标上都打败罗氏454，但是呢这个BG4 测序仪呢做出来之后就发了一篇文章，测了一个真菌原基因组，然后呢就再也就没有见过了。那么这个因为是国家的意志嘛，做完之后呢科研人员结集之后也就从来就没有想过怎么样去把它这个产业化。那罗氏的454测序仪呢却一直在发展，于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远远的把这个 BG4 给抛在了身后。那在深圳的话，华英康科技2011年推出了 P-STAR 2 Plus 这种测序仪，它仿造的对象是 SOLI 的系统，只不过呢它当时的这个系统的性能呢比 SOLI 的系统要落后很多，而且呢从来没有在这个市面上看到销售，打他们的公司的电话也是打不通的。好，总而言之呢，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可以比较好使用的这个观察测序仪。之前呢是一个北京的这个紫星药业，据说山寨了这个 Illumina 的这个测序仪的系统，但是呢从4月份一直到现在8月份了，
都还没有看到任何的使用报告，因此呢，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它的命运也跟其他的一些国产的测序仪是相似的，因为呢，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国家意志，而并不是一个产业化，并没有一个产业化的好的考虑。好，那我们暂时先不管国产的测序仪了，我们呢，总的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随着大规模测序的发展呢，起码有个好处，那就是我们这个测序的成本在快速下降。这个图呢，描绘了就是测定每兆碱基，也是每100万个碱基的这个成本，在2001年到2011年这个时间跨度，从2001年到2011年，我们看到2011年的时候测定100万个碱基需要大概$4000，到了这个大规模测序真正成熟的2008年之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测序成本快速的下降，一直到现在，在2011年1月份的时候，它的这个成本已经下降到大概$2了。那现在呢，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它只需要花费了试剂成本是$1000。那么大规模测序的话呢，它带来的一个，它可以同时测定非常非常多的序列。那最后呢，你会得到这样的信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序列，每个都很短。那这是我们这是我在德国测的一个序，那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测序了，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次测序里面拿到了29兆的 reads， 也就是2900万条 reads， 每个 read 呢是36碱基的长，那么这个文件是3.1G。那现在来讲的话，这种文件根本就不算什么了。现在呢，随随便便的，这个一次测序里面拿到几百 G 甚至上 T 的数据，根本就不是天方夜谭。因此呢，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一下子你就桌上堆积如山的这样一些数据，你怎么样去从这些数据里面去找到头绪呢？怎么样去处理这么多的数据？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问题，因为呢，非常关键的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要用这个测序仪来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呢，比较好的提法是，用这些怪兽级的这个测序仪，你能够回答什么样的问题？那既然有这么强大的测序能力，我们首先想到的那就是测定一个未知基因组物种的基因组。那确实呢，用这个大规模测序的方法，测定了许多的未知物种的基因组。例如呢，2010年的时候，华大基因用这个纯粹用这个大规模测序的方法，测定了大熊猫的基因组。那测这个拼接的这个原理呢，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如果我们测的足够多的话，我们总可以找到一些这个序列之间它会有这个重叠这个拼接的关系，我们就寻找这种重叠关系，然后呢把它们堆起来，这样就可以把它们这个就可以拼成一个比较长的序列了。目前来讲的话，有许多的这方面的算法可以用，比较早期的是 IBIS， 后来是 Velvet， 那么对于转动组的拼接呢，像 Trinity 之类的 Oasis 都会比较好。那么拼出来的基因组呢，如果说真的能够拼得比较好的话呢，可以回答许多的问题。就例如呢，大熊猫基因组拼出来之后，人们就可以终于能够知道为什么这个大熊猫不喜欢吃肉，因为呢，这个大熊猫里面有个基因叫做 T101 这个基因，它呢，如果与这个狗啊，还有熊啊这样一些物种来对比的话呢，就发现它在大熊猫里面呢发生了一个胰框突变。我们知道胰框突变，那就意味着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序列呢面目全非，它肯定会丧失功能。那么这个 T101 的这个基因在狗啊、熊啊之类这样一些物种里面，它是什么作用呢？它是一个嗅觉有关于嗅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熊猫里面，这个基因失去了，由于这个胰框突变失去了功能，因此呢，熊猫就
不认为肉很香，于是他就不吃肉。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熊猫的这个数量已经非常稀少了，它是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会不会因为这个基因多样性的丧失而导致它最终走向不可逆的灭亡呢？基因组的这个测序结果其实呢似乎并不是这样，大熊猫的这个基因多样性还是相当高的，因此呢它不会因为基因多样性的丧失而灭绝。那么看起来一切挺简单，但实际上呢真的你好想拼一个基因组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在拼基因组之前呢，你必须对这个物种的基因组有许多的了解，比方说它的核型是什么样的，那你这个可能需要用这个显微镜来看它，然后呢它大致的这个大致的 size 就是基因组的大小你也需要测定出来。那么如果说这个基因组有大量的这个重复序列的话，那最后估计你拼出来效果是非常的差的，因为测出来都是短片段吧。那么这些短片段呢，如果是这个大量重复序列的话，那么这些短片段都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你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这些重复序列如果它对你很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话呢，那建议你不要用这个大规模测序的方法来进行测。那还有呢，就是你知不知道在基因组上的一些这个基因 tags 就是基因标志或者是基因 landmark 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不是测序的内容，它是遗传学的内容，因此呢作为测序的人员来说是没有办法在这些方面帮助你的。基因组从头拼接的这个策略呢传统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染色体呢把染色体弄成这个 BAC 克隆，那就是这个细菌人工染色体的这个克隆，每个呢片段是比较长的。那么这克隆之后，每个克隆呢，每个代词片段，我们给它打成，比方说几十 K 的这样的片段，我们给它打断成为很多的小的 reads， 然后呢用大规模测序把这些 reads 测出来，然后这些 reads 呢拼装成contigs， 也就是这 contigs 就是拼起来的一个有一定长度的这连续序列。由于呢这个 BAC 克隆呢它的这个长度并不是很长，一般是几十 K 到最多是几百 K 以上，那这种范围之内呢想用这个短的 reads 拼起来复杂度并不高，因此是比较简单的。好，那么把每一个 BAC 克隆都用这种方法来测一遍，测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些比较长的比方说几百 K 一兆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 contigs 呢继续这样拼起来，继续拼接，直到呢最后生成这个 scaffold 以及最后拼成基因组。而这种方法呢仍然是无法避免大量的这个 BAC 克隆，只不过是把 BAC 克隆测出来的这个过程呢比较简单而已。那么像华大基因它在09年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一种方法呢第一次使得人们可以纯粹利用这个大规模测序来拼基因组。那么把这个它是把这个基因组呢可以打成小片段，这个小片段是指它有两种片段，一种呢是比较短的，就是150到500 BP 这样的短片段，还有一种是长片段，长片段是2到10K 的。那么测的时候呢利用这个一路面的测序仪的双面测序的这个原理，然后呢短的这些 reads 测完了之后呢把它拼起来，然后呢长的这些再用长的这些这个片段的这个测序结果它只能测两端的结果，但是呢这两端就可以把这些短的片段给锚定起来。于是呢再经过许多的这个心理学的处理，最后呢得到了一个可以就拼成了比较长的两个片段。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拼的人的染色体中的某一段，
你看见最底下的就是一些非常小的啊小的片段，100到150到500 BP 的这些片段，它们可以拼成一个一个的 config。 那么这些 config 是比较短碎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是由这些中等长度以及比较长更长的一些的这种啊这种 make pair 测序的这些 reads 把它连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看见最多的这个测序呢是短片段的测序，然后呢长片段的测序事实上数据量要的并不大，那最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拼接效果。但是如果你单纯只用这个短序列来拼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效果是非常差的。当加入了少量的长片段的序列来进行拼接的话，它的拼接效果啊迅速的就可以得到迅速的提高。那么如果说你只对基因感兴趣的话，那么拼出很长的片段来说，事实上并不一定是必要的，所以呢你不一定要做这么多的啊这个测序。那么对于这个拼接的效果来讲呢，尤其是基础拼接这个短 reads 的拼接来讲，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测序的深度达到了30倍，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剪辑被测了30次以上呢就基本上不再增加了。因此呢30倍就成为了一个后来的一个金标准。那么在拼接领域的话，用不同的这个平台是有不同的这个好处的。比方说主要以产生非常短的这个 reads 的 Illumina 平台来讲，它的这个优势是很便宜，因为它单位这个数据量的成本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如果说你有参考基因组的话呢，就它的效率是很高的，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由于测序的读长太短，它就没有办法对付那些重复序列。以及呢如果单纯的进行纯进行拼接的话重复拼接，那么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那么对于那些产生长 reads 的这个平台，比方说454测序仪和这个 iTorrent 测序仪，以及目前来讲 PacBio 这种单分子测序仪，它都能产生比较长的 reads， 达到几百的这个长度的这个 reads， 甚至更长。那么它呢比较的贵，也错误率会比较高。由于它的产生音调的这个错误的可能性比较高呢，因此呢它这个计算起来的复杂度就会非常的高。但是呢它对付那些长序列那就是拿手好戏了，长的这个重复序列那就是有拿手好戏。如果有几百 K 甚至几百剪辑甚至是几 K 几十 K 的这种读长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搞定一些重复的序列。由于这个读长比较长，那么它的这个 de novo assembly 就是那个重合拼接的这个效率呢也会很高。那么还有的方法呢，就是结合几种不同的测序仪它们的各自的优势来显著地提高拼接的效果。但是不管怎么样基因组拼接是一件非常耗计算量的事情，你需要你的计算机呢需要相当的强大。这个强大呢一个是 CPU 核数越多越好，但是呢更加关键的是内存耗得非常厉害。一般来讲的话呢低于64G 的内存你就不要指望能够拼出什么东西来。那拼这个像人类基因组这样的比较大型的基因组，你怎么着也得要到256G 以上的这个内存才可以。当然了这么大的内存所需要的存储容量也一定是非常可观的。在这个领域上呢这个算法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正在研究一种算法呢，是能够在比较小的内存里面能运行，但是呢也速度不一定快到哪里去。总而言之呢，这个是一些基因组拼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现在呢可能前两年国际上包括国内都在热炒一个概念，叫做千元基因组。这个千元基因组呢是在2001年
提出来的，在一个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retreat 里面提出来的一个目标，那就是用$1000的成本来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那现在来讲的话，它已经成为现实了。这个实际成本真的只要一千美元，但是，你要获得一个，获得一个这个你的，也真把你的基因组测出来呢，事实上并不仅仅是花的这个实际的钱，你还需要有非常好的这个测序的策略的设计。你要做很好的实验，而且呢能够非常好的去 handle 这些很多而且又非常大的数据集。你需要非常高的这个计算能力以及非常优秀的算法，还需要呢专业人员对你进行指导。那么所以呢来说呢，即便是你这个实际成本已经降到$1000甚至更低，但是呢你仍然是雇不起这样的这种级别的专业人员的。所以呢在五年以内你不要指望说你能花$1000就能够把你的基因组给测出来。那既然能够我们有能力去测序整个基因组，那么在而且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代价来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世界上的不同的人拿来测序。那我们知道呢各个世界上各个种族国家的人，他们长相都不一样，而且呢有些病那就是只在某些地区容易高发，比方说在广东福建一带这个很高发的一种病呢是鼻咽癌。在世界上面鼻咽癌呢又称为广东癌，那么世界上所有鼻咽癌的1/3都在广东，那这个其实肯定是有这个遗传背景的原因。因此呢了解不同的人他们的基因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对于理解人这个生物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随着基因组测序的价格下降了，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在$1000的成本之下测定人的基因组，于是我们就可以这个去测许多的人拿来比较。在2008左右的时候呢世界上提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千人基因组计划 1000 Genome Project。 它的目标呢是测定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1000的全基因组，然后呢进行比较研究。那么这个目标呢在如今来讲呢事实上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于是呢又有100,000外星子组计划等等这样的一些计划。那么测到了基因组之后呢我们拿到了一大堆的 reads 之后怎么办呢？这就显出了我们已经有一个人的基因组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比较代价比较低的一种方式呢是把我们获得的这些成千上万的这些 reads 往这个参考基因组上面来比对。我们可以看到这比方说像这样子，你看最下面这一行是参考基因组，那么这个 reads 呢往上比对了之后你就知道每个 reads 能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些地方它这些 reads 堆上去呢这一位和参考基因组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这一位几乎测到了所有的这个 reads 里面，这一位都是 T， 而参考基因组还是 A，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单碱基单碱基多形性，或者说简而言之称为突变。那么就是说我们测到了这一个个体它的这一位是 T， 而参考基因组上则是 A，这个就可以反映出个体差异。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碱基这个人就会患上某种疾病。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有一些由于测序仪本身会出现一些错误，因此有的地方是那个测序错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比方说这一位这里有一个 C 但其他这一位呢全部是 A， 参考基因组上也是 A。那我们知道呢这种 C
这个地方呢是测序错误。那还有一些地方呢，参考基因组还有一些地方是完全不能比对上任何的这个 reads 的。那么这一部分呢就称为缺失啊，这部分是缺失的。那么我们测到这个个体呢它与这个参考基因组相比呢它就缺失了这一段。当然了，如果说测序技术不过关的话啊，这一部分啊就很容易出现这种 gap。 好，那么在临床上面呢，事实上由于这个大规模测序的各种技术呢还在不断的完善中，尤其是后期处理的算法需要更精确，因此呢通过大规模测序找突变还没有被应用于任何临床。但是呢应用于临床呢就是目前已经有一个应用已经在临床上铺开了，这就是三体检测，就是无创产检。那我们知道的人呢是由22对常染色体和一对性染色体这个基因组是由这样的总共23对染色体构成的。那每一个染色体呢在正常状况之下都是有两条。那如果说有一号染色体呢它有了三条，那就叫做三体英文是 trisomy。 这种三体的话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方说比较有名的是唐氏综合症，那就是 trisomy 21三体，就是21号染色体呢多了一个。那相对来说稍微罕见一点的包括这个18三体、9三体和13三体，他们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导致这个小孩呢很快有着严重的先天缺陷，很快就会死掉。那么传统的方法呢是羊水穿刺，然后呢取了这个胎儿的细胞，然后呢在显微镜下图片在显微镜下面观察这个分裂中期的这个细胞，然后呢去识别每一条染色体，然后去数每一套染色体呢有多少条。但这种方法呢需要入侵子宫，在超声波的引导之前，目前来讲这一项技术的安全性羊水穿刺的安全性呢比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会增加1%到1.5%的流产概率。那么这个听起来不大，但是在人群中的话有1%到1.5%就是因为羊水穿刺而流产，这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了。没有任何一个孕妇愿意去冒这种风险。所以呢人们一直想采用一种不需要入侵子宫的方法来测定胎儿的是否有三体的问题。那么这个于是就有了无创产检。那无创产检的这个理论基础呢是在1997年的时候香港大学这个卢玉明教授他首先发现了在母体的血浆里面存在着胎儿的 DNA。因此呢理论上来说我们如果能够对这个孕妇的血浆中的这些无细胞的 DNA 进行测序，就有可能获取胎儿的 DNA 信息。那事实上呢在孕12周之后到20几周的时候这个区间内呢母体血清中5%左右的5%到10%的这个 DNA 呢无细胞 DNA 是来自于胎儿的，当然有一部分也来自于胎盘。对于这部分的 DNA 进行测序，低覆盖度测序，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一条染色体上面reads 的密度有多少。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说有一条染色体它成了三体，那么显然这条染色体就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呢测到了 reads密度也就会高于正常。用这种原理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抽母体的血液然后进行大规模测序之后获取胎儿是否有三体的这样的信息。那么呢早在08年的时候
卢一鸣以及其他的一些研究组就做了一些前瞻性的实验，结果证明呢，像21三体、18三体，像这样的三体呢，的病人呢是可以通过早期，这个测序的方法来进行判别的。那么它的这个误诊率呢是比传统的唐氏筛查就是测几种蛋白质的活性蛋白质的量，那么这要靠谱的很多。那么这一些比较大的人群的这个试验里面像华大早年所做的一些测试呢，也表明了这种方法它的准确率是高于传统的这个唐氏筛查的。但是呢，这种这种方法的准确率也并不是像华大之类的公司所宣称的达到5个9这种程度。那么它的这个错误率呢还是有的，误诊率还是有的。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去华大或者是跟华大合作的一些医院做过这种21三体的无创产检，我最后的报告单上面呢只有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是从何而来呢？大家是并不知道的。好，那么说完了基因组的一些测序应用来说，我们还有一部分的DNA 的研究呢是研究 DNA 的甲基化。这一部分呢是归属于表观遗传学。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段 DNA 被甲基化，那么它就会有很多核小体来结合上来，使得这个染色体这一部分凝缩，那转录也就没有办法进行，那么这个基因就会被关闭。那么呢知晓基因组上哪一块地方是被甲基化的这一点呢也是可以通过测序来做的。那么怎么用测序来做这个事情呢？那么在测序之前呢，对于这个样品的 DNA 我们先进行一个重要硫酸盐的这个处理。那经过重要硫酸盐处理呢，如果是甲基化的 C 我们知道就基本上这个真核生物里面的这个 DNA 甲基化都是发生在这个 C 里面的。那甲基化的 C 经过重要硫酸盐处理之后是不变的，还是甲基化的 C。 那没有被甲基化的 C 经过重要硫酸盐处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 U。 那经过测序之后呢这个 U 呢就显示为T。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测到的这个 reads 和原始基因组进行比对，然后呢找到这一位原来是 C 但现在变成 T 了，那这就说明这一位是被甲基化这一位是没有被甲基化的。如果测出来这一位还是 C， 那么就说明这一位是甲基化的。那么这个呢在一些甲基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上面就会造成大量的错配，那这给生物信息学的这个分析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需要用很好的这个算法来进行分析才可以做到。这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目前这个甲基化的全基因组测序并不是很普遍的一个原因。好，那么呢我需要测多少通量呢？也就是说我需要测多少的数据量。这个呢事实上是要看你的测序的目标而定。测了太多事实上并不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反而呢会增加你的成本、时间消耗以及计算消耗。通常来讲我们在基因组测序这个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覆盖度 coverage。 这个 coverage 是指什么呢？平均你每一个碱基被测序了多少遍。所以说假设一个基因组是1兆的话，那么1倍的覆盖度就是我拿到了1兆的碱基。如果我测到了10兆的碱基的话呢，那我的覆盖度就是10，也就是平均的每一位被测到了10次。那不同的这个应用呢对于覆盖度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推荐的这个覆盖度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想这个从头拼接一个细菌的基因组，
那么你需要一般是30到100倍的覆盖度。那如果你想测定一个二倍体的真核基因组啊，就是松核组装，那么呢，你需要40到100倍的覆盖度，而且你需要建多个不同的库，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那如果是你要去找突变，那么呢，根据突变的频度不同，你所需要的覆盖度，需要10倍到1000倍甚至更高。那如果说你想看一下这个染色体的变异，大片段变异，那么呢，你可以测非常低的覆盖度，0.1到1倍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测全基因组范围之内的甲基化情况，那么你的这个测序深度一般是要在10到100倍。然后呢，有一类，是在环境科学里面常用的，那就是 rDNA 的测序。这 rDNA 呢，就是所有的生物啊，有细胞的生物都是需要核糖体的。那么核糖体呢，核糖体是的骨架呢，它是由 RNA 构成的，称为 RNA，ribosome RNA。那么这 rDNA 呢，就是用来编码这个 RNA 的，这样的一些基因，它是位于基因组上，往往有多个拷贝。那不同的这个 RNA， 它们之间的这序列呢，是不同物种的 RNA 之间序列是有差别的。于是我们如果想鉴定物种的话，就可以采用这个 16S rDNA， 这是测原核生物，或者是 18S rDNA 的这个方法。那么现在呢，已经有非常好的这个 16S 或者 18S 的这个 RNA 的序列库。那我们测定一个样品里面，它可能混有很多种细菌，那我们可以用通用引物把这样一些这个 rDNA 的片段呢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呢，我们把它和这个参考库进行比对，于是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测到了很多很多很多条 reads 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每一条 reads 是从属于哪一个生物的。那由于这个 RNA 呢，它是在进化中是高度保守的，因此呢相近的生物它的这个 rDNA 的这个序列差异可能非常小，于是呢我们通常需要用长读场的这种测序仪，那以前是454，现在 Ion Torrent， 还有呢最新型的 MySeq， 它用这个双端250 bp 的这样的测序的方式来进行测序，拖得比较长的连续片段，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的比对，这样才能比较精确的，才能比较精确的去判定每一条 read 它是属于哪一个物种。那对于细菌来讲的话呢，rDNA 的基因上面有许多片段，这是浅蓝色的片段，是高度保守的，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这些片段上面设计引物，一次呢就可以把所有的细菌的这一段全部批出来。那中间呢有高可变段，有7个高可变段啊，有的地方呢有的这个生物里面甚至有9个高可变段。那么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信息给拿到了，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去搞清楚这个样品里面究竟有多少种微生物。那么这是一个例子，是一个唾液，这是一个唾液样本，来源于人的唾液样本。我们知道口腔里面是有许多种细菌的，那究竟有多少种细菌呢？事实上在大规模测序之前，人们从来是搞不清楚的一般来说就能够分离出前面的几种或者十几种而已。但经过大规模测序，我们测定了许多的 reads 之后，几百万的 reads 之后，每一条 reads 我们都可以把它比对归属于某一个属，甚至定位到种。那么从这样的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仅仅是在一个唾液的样本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种属的细菌在我们口腔里面。而且呢我们数这个 reads 的个数就能够知道每一种细菌它的量，相对的量有多少。那这是那这种方法呢，我们可以看见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测定，比方说我们测定100万条 reads， 那这个现在看来说100万条 reads 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测序通量了。那么即便是这么少的一个测序通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它都可以鉴定到很少很少的，就占到0.02%的这种物种都是能够
可靠的鉴定到的，并且定量。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传统的这个微生物学的方法很难发现的一些微生物。比方说这个这是一个来自于一些医院里面的病人的一些样本。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红色的这个红色的这一部分呢是这个 tuberculosis 结核杆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结核是很麻烦的一种病。在早期的话呢这个结核菌还不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敏锐的发现，并且呢尽早的采取措施。这是用传统的微生物学的方法可能是根本就鉴定不到的，因为它的量实在是太少了。而用这种方法呢，我们还可以这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于大量的环境中所不能培养的微生物我们知道环境都有80%到90%的微生物是不可培养的，它是在环境中是可以存在，但是你要把它放到培养基上，它就活不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些物种来讲，传统的微生物学是没有办法把它培养起来然后研究的，但是呢用测序的方法我们就能够知道它的存在。那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很奇葩的应用，那就是处男鉴定。在2012年的时候呢，有一篇轰动世界的论文发表，那就是说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测定人的这个龟头冠状沟上的这个微生物的菌群种属分布情况，可以来看一个人有没有进行过，一个男人有没有发生过性行为。这个原理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皮肤上面都是有一些正常菌群所存在的。那么在发生过性行为或没有发生过性行为呢，这个男人的这个龟头上面呢会这个他的这个细菌的种类是不一样的。由于发生过性行为之后呢会沾上阴道里面的细菌，因此呢会出现明显的不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在阴道性交之后，这个菌群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个对比这个蓝色的条和红色的条，我们就可以看见它这些菌群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甚至可以用这个微生物菌群来区分这个阴道性交和这个肛交都是可以的。那么刚才介绍的呢主要都是一些 DNA 的测序。那么 RNA 也是核酸，它也可以被测序，当然呢它不能直接被测序，是要先经过反转录之后成为 DNA， 然后再把这个 DNA 拿去测序。那么这个 RNA 的测序呢由于 RNA 不像 DNA 主要是以定量为主当然你要说这个也有一些定性的研究，像这个拷贝数变异或者是像这个红基因组，刚才说的这个鉴定物种和鉴定微生物的量。那 RNA 来讲的话，主要的应用呢是用来定量，因为我们知道基因呢绝大部分基因在基因组上都是单拷贝的，但是呢有的基因表达量高，它可以生产很多的 mRNA， 有的基因的表达量少，它生产非常少的 mRNA， 甚至根本就不转录。因此呢这个 mRNA 它也可以被测序，而且我们希望知道它的量。这个定量的方法是这样的我们把 mRNA 随机打断，然后进行测序，得到一大堆的 reads， 然后把这些 reads 呢和参考基因组或者是参考转录组序列进行比对，我们就知道每一个 reads 从哪儿来，然后堆 reads， 我们就看这个 reads 的这个密度这里面有一个 RPKM 的这样的一个算法来看呢，就是每单位长度上堆了多少 reads。 那么这个呢就是与基因的表达量是正相关的。那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是一个转录组的这个测序，比较早期的一个转录组的测序。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是有很高丰度的基因，也有很低丰度的基因，我们都是能够测到的。
那么它的这个动态范围呢，可以宽达十的五次方到十的六次方。那这种东西呢，就比这种方法是比以前的这个芯片动态范围要高得多，而且准确度也要高。那么我们知道，在真核生物里面会有可变剪切这一说，那么就是有一些基因呢，它转录出来前体的 mRNA 会进行剪切，有一些段子会被拿掉，然后前后的接起来。那同一个基因呢，可以有不同的剪切方法，从而使得一个基因可以同时编码好几个不同的转录本，那么它们翻译出来的蛋白质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呢形成了基因信息的复杂化。在许多的这个生物里面呢，剪切变体，不同的剪切变体，它们所翻译出来的蛋白质，它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对剪切变体的研究也是很必要的一点。那么剪切变体怎么样去检测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 reads， 如果往基因组上进行 mapping 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些 reads 呢，它不能直接的跟这个基因组呢这个匹配上。那这个 reads 呢，是前一半是可以匹配在这边，然后后一半呢是匹配在这边。那我们如果找到好多这种 reads 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是从这儿断开了，然后把前后这两部分给接起来了。那我们如果能够同时找到这个版本呢，比方说前端在这儿，后端在这儿，那么这种版本和这种版本都有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基因呢有这两种不同的剪切的方式。还有一个一类很重要的这个应用是测定这个小 RNA。 我们知道这个小 RNA， 尤其是这个叫做微小 RNA、 micro RNA 这一类的这一类呢起调控作用的 RNA， 小型的 RNA 分子，它在许多的这个疾病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方说这个像癌症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里面， micro RNA 呢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那么 micro RNA 呢是一类一般是17到20几个碱基的这样的小的 RNA。 那么我们对这样一些 RNA 呢，如果能够进行测序而且定量的话，我们就能够对他们所见发现这个比方说疾病里面到底哪些 micro RNA 多了，我们就会有针对的去进行干预。那这些呢，直接是测这个 RNA， 你从这个细胞里面把所有的 RNA 提出来，然后呢，分选你所需要的 RNA， 然后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点呢是，还有一类测序呢，叫做翻译组测序。这个是我们首先在实验上做出来的。这个翻译组测序呢，是研究这个翻译过程嘛。我们都知道这个 mRNA 要经过这个翻译，也就是说核糖体要结合上去，并且呢，按照这个3D密码子一位一位的去读下去，把这个 mRNA 上面3D密码子的信息翻译为这个肽链，于是呢就生成了蛋白质。那所有的蛋白质呢，目前已知的所有蛋白质全部都是由这个翻译过程来生产出来的。因此呢，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也显得非常的重要。那如何去研究翻译呢？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可以想到，如果我们有办法测定那些正在被翻译的 mRNA， 我们就能够直接去看这个翻译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这个 mRNA 它被转录出来，但是它不进入翻译，有的是那有的基因呢翻译的多，有的基因翻译的少。那我们如果说能够比较一下这个 RNA mRNA 和这个 总的 mRNA 之间的量，那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翻译的情况。于是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提出这个 RNA， 也就是核糖体新生态链辅助物这样的东西，然后把核糖体解离掉，再测它的这个 mRNA 就可以了。那这个上面呢，我们用这样的这个翻译组测序技术，其实能够回答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中心法则的定量化。1958年 ，Crick 提出了中心法则这个 Crick 就是发现 DNA 双螺旋的 Watson 和 Crick 两个人的后面这一个。他们提出的这个中心法则是指生物信息编码在 DNA 中，然后经过转录变成 mRNA， 再由 mRNA 翻译成蛋白质。那既然如此呢，我们所有人都可以
很自然的想到，那这其中应该有一个定量关系，也就是从 mRNA 到蛋白质之间应该是有个定量关系的。但是呢，随着这个大规模组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发现，在所有的生物，从细菌到人的所有生物里面， mRNA 的风度和蛋白质的风度之间呢有关系，但是非常弱，它相关系数呢 r 平方只有 0.01 到 0.4， 这被称为这个中心法则的定量困境。也就是说呢，更多的 mRNA 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多的蛋白质。这里面呢，其实大家早就知道存在着非常厉害的一个翻译，就是翻译调控。但是呢，谁都没有能够把这个翻译调控研究清楚。那我们实现了这个，我们实现了翻译组测序呢，就发现大约呢，在这个我们研究的这个细胞系里面，我们是拿几个癌细胞来做这个来做这个分析的，然后就发现5%的 mRNA 是不翻译的。那么如果说直接把这个RNC mRNA， 也是正在被翻译的 mRNA 测出来之后，它与蛋白质之间的相关性还是不那么高。我们发现 r 平方 0.12 到 0.37， 这个还不是很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通过翻译组测序，我们就发现实际上这个正在翻译的 mRNA 和蛋白质之间的这个风度并不是一个二元关系，而是一个三元关系。当我们考虑上 mRNA 的长度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掉了。我们建立了一个三元的这个相关关系，那么使得这个正在翻译的 mRNA 量和这蛋白质的量之间形成了一个 r 平方达到0.94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个相关关系，一举突破了这个中心法则的定量困境。那么这是相对的相对定量，那么绝对定量在同一个细胞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规律也是同样适用的。于是呢，在中心法则提出55年之后，终于把它定量化了。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种技术，就是称为 ribosome profiling， 是2009年建立的一种技术。它呢是把这个mRNA 上没有被核糖体所覆盖的片段都给切掉，然后呢只测那些正在被核糖体覆盖的片段，把这些这个信息收集起来，就可以知道每一个核糖体在什么地方。于是呢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那这个方法呢只能通过测序的方法来进行，而不能通过其他任何的方法。以上呢是介绍了测序的一些主要的应用。那么这些应用呢，通过一定的实验的手段我们测定了这些 reads 之后呢然后设计了一个策略，可以把它进行处理了之后，就可以得到我们所要研究的这些信息。但是呢具体怎么做呢，实际上还是要经过非常复杂的生物信息学的这个运算。那么总的来讲，这个生物信息学的这个 workflow 是有这么几大步的。第一步呢，就是说当你这个测序数据出来之后，从测序仪上下来之后，你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预过滤，那个预过滤呢包括这么几项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说你这个 reads 里面还残留有一些接头序列，那我们需要把它拿掉。然后呢，对于某些的这个应用来讲尤其是基因组的应用，我们需要把那些低质量的序列给去掉，以防它们导致我们的误判。然后我们还可以尤其在 RNA 的这个测序里面，我们可以把那些我们不想研究的那些 RNA， 比方说呢 RNA 由于它占整个细胞的70%-80%，所以呢很自然的可能会在你的这个测序数据集里面会有。那我们不想研究它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些例子拿掉，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后面的计算量。那么在接下来的话是
进行这个 mapping， 也就是把如果你有这个参考基因组的话，你会把这么多的 reads 呢往这个基因组上进行比对。如果说你没有参考基因组的话，你要进行重合拼接，那么你要把这些 reads 来拼接起来。再接下去呢，就是各种下游的分析，比方说找突变啊、定量啊之类的乱七八糟的，那就多了去了，就基于上面的这样一些这样一些处理，基本的处理。那么在生物信息学上面的主要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一次测序得到了这么多的数据，你怎么去存储都是一个问题。那我们通常来讲的话，现在一个一条链下来的数据压缩了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几十 G 甚至一百 G 的，但是解开之后可以达到很恐怖的四五百 G 的这个文件，这个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对于这么多的这个数据呢，你可能很快一个硬盘就会满掉，然后呢数据的传输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你如果只是通过 zip 的压缩呢，大概能够把这个数据压缩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通过网络来传输呢是一件非常耗费时费力的事情。那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还必须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数据处理，怎么样去把这么多的海量数据来处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传统的这些比较精确的算法呢非常的慢精确是精确，但是非常的慢，慢到不现实的一个程度。因此呢，我们需要去研究非常有效的算法，而且呢由于测序的应用多种多样，因此呢你需要去研发适合自己这应用的这样的算法。用通用的算法呢别人的情况和你的情况往往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别人的情况下能够工作的很好的一些算法程序，在你的这个情况之下80%-90%是不好用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千万不要迷信在别人的项目中取得成功的一些算法，除非它真的很通用，比方说是在一些通用的这个步骤上面，就比较基础的步骤。因此呢这个我们需要强大的这个计算能力，以及非常有效的算法，非常高效的算法。那么这是一张这个莱比锡大学当年的这个测序一个培训一个课程里面的一张片子，他是这样说的，也就是在 DNA 测序的这个项目里面呢，所需要的这个实验的这个工作是只占1%，那99%呢都是这个信息学的处理，以及遗传学啊、分子生物学等的背景知识。那这个1%-99%可能过于极端了一点，但它说明呢，就是说生物学家必须和这个生物信息，就是信息学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很好的完成你的这个测序任务。光是生物学家或者光是那些计算机牛人单打独斗都是干不好测序的。好，我们的这个讲座呢到这里就结束，谢谢大家。